你上来啊？今日敢有较早啊？来。今仔状况无啥好，回去提早转来。啊，囡仔呢？哦，囡仔下晡拢有体育课啊，因去睏啊。阿妈讲最近厝内底发生太侪代志，所以招朋友去庙诶，先休几工啊。出去行行嘛好啦，来心情再当较平静诶。啊，你暗时加班，暗顿应该乌白食对无？我有煮鸡汤，我烫互你吃。有用啊。啊？免啦。你真正是全世界对我上好的人啊！不管我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拢是头一个来关心我的。那你现在在讲啥？我是恁某的，咱是翁仔某，这不是真正常的代志啊！多谢你。请你阿妈，上来开门。啊进来啊，今日来坐，来，遐坐，遐坐。秋啊，今仔妈无伫，你有啥物代志，做你甲哥讲，我来替你处理。秋啊，我听讲进前有一堆债权人走去恁家乱摕咯，啊，即马应该拢无啊啦吼，应该无啊吼。若是阁有人走去乱啦，你甲哥讲，我给斗三工。你是讲煞未啊？你阿母一人一句。先唱双簧先。我知你替我把遐个债务拢还掉啊，啊，不过那是因为一直放尖角，进前是你应聘的产品，啊，不过你已经跟我划清界限啊。遐个债权人来找我嘛讨无钱，所以你勉强替我把遐个债务拢还掉对吧？我替你处理是因为你是我的小妹啊，啊，若无我想叫你插手啊。我叫公司发布去处理就好啊！这不是，你跟外口的人讲，你对家己的小妹无情无义，还佫会影响到你伫一品总经理的形象。你是在讲啥啦？啊？你无带领我进前替你处理遐债务，无甲我洗头声就刷刷去啊！你，佫讲小妹来甲我口舌哦？我敢有讲唔对？你做这代志为着你家己？秋月啊，你误会啊啦！恁哥哥才是你的关心呢，你敢知啊？伊一听到讲你出代志，伊马上就派人去处理呀。尤姐，伊即摆情绪无好，你别开手机，你别来这套啦。恁家的人，我出一支嘴，我出代志，走开赔的，我早就看现现啦。好啊，既然你看现现啦，过来这创啥？尤姐，我看你啦，怎么看他？你两次我等啊，是不是看你的事？不是，李有志，我要告你，我要告你，海气海船，秋月啊，你来想着要去告你哥哥啊？你是对啊，唔对啊？哈，我那海气海船呐，你卖咧不理孙啊，好不好？我问过律师啊，虽然唔是你杀死的，啊，不过你用你的权势逼伊，恐吓伊。在法律上，你嘛有责任，我嘛会当要求你赔偿。到底是好的呀？啊！阮无人希望海泉出代志啊！阮知影伊即阵仔心情无好，所以一直包容伊、吞忍伊，结果嘞，忍土生过，愈来愈是超过。即摆竟然讲要告我，你到底要闹到啥物时阵啊？秋月啊，伊是你的哥哥，你兄妹啊，莫闹到安尼好不好？拜托你，伊这不是我的哥哥。你自头到尾拢无听话，我无把海船当作家己人，出代志是要跟我划清界限，你莫做去做我的哥哥。你也看了，啊，自细汉就这种个性，他拄着什么代志无合你的意，敢若怪别人，从来袂晓为别人设想。你既然都已经决定啊，要跟海船做伙做生意，你就应该替伊看清看好，不是把所有代志交给伊去做。你凭啥你讲话？因为我太过了解你啊！我看哈，无你家就是，你让海船压力伤大，伊受袂开啊，再安尼跳落去啦，佫较怪别人哦。这不是因为我的压力给你害死，你两命都不要了。好话袂讲你啊！尤英，你创啥啦？你完了吧？我无代志，我无代志。
秀啊，秀啊，我了解你这卖心情，啊，不过你知影无？恁哥的心内嘛无好过，我拜托你，你卖怪伊好无？顾耀义，你只是一个世间上戆的查某人，你也曾在外口有熟识，你搁这么听伊，莫怪伊无跟你讲天然的。秀啊，我真的希望你嫌我会当甘心。可是妈若知影这件代志，看恁老公呢，伊心肝内一定更加艰苦的。看你这么安尼，我是不是应该给你拍拍手？我立刻去会当抓到你这么贤惠的媳妇。你不是高知识分子，你大概当在天底啥？我妈跟我讲，安尼欺负你，安尼糟蹋伊，你搁替伊讲话，你根本根本就做不下的。你秋安，你卖听后面讲，我看有闲感情就好，我哪有糟蹋伊啊？我搞搞唔着，你甲你的太太跟小三，拢住一个同一栋大楼，让伊为着你冤家相台，你不是糟蹋伊啥？那是我的事，不用你管。我也不想要管啊！你三个人，免得管你的婚姻生活是你的事情，跟我无关系。啊，不过你现在会听我的心话，你把海藏海死，我无法度得到幸福，你也别想要得到。李有志，你就当我的船票，我免搞你。九儿，九儿，你卖啥米啊？卖啥米啊？伊就是安尼啊！要安怎啦？卖插伊啊！伊根本就是走去告你啦！我真是无希望，看到你兄妹安尼歹面相看，你看，一个是我的好姊妹啊，一个是我的红婿，咱大家拢是一家伙啊，哪会变到安尼啦？我会当做拢做啊，你就是唔肯接受，我是会当安怎？你免烦恼，我来打。我免脑壳里边烦恼，我着你安尼，我心就疼，较输会用的。我希望替你把所有一切拢打落来，你知影无？哎呀，你。